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呼妈。今天我们要来做第33回的迪士尼娃娃屋。这一次他给的附录在这里，是《冰雪奇缘》房间的门跟《爱丽丝》房间的门，然后还给了一只玛丽的猫咪公仔。希望这一次的门可以顺利完成，上次的时候有一点卡关。我们现在马上准备制作吧。这次门的材料就都在这里哦，做法跟上次差不多，所以应该会比上次再顺手一点。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吧。这样子我的门板就算完成了，然后来继续做它其他的部分。这样子我们的部分就完成了，现在我们就马上把它装到房间上面吧。
这样子我们的门就完成了。这次也一样是可以像这样子开合的，两个方向都可以。爱丽丝房间的门真的超美的，尤其是上面这个装饰有够赞。这一次的门有比上次还要顺利了，一下子就把它完成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期的附录吧。下一期的附录在这里。下次给了很多冰雪奇缘房间的小道具，然后要继续做爱丽丝房间的部分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希望不要太难做。我们期待下一期杂志的到来吧。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个赞并订阅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